鹿晗携女友私下聚会，关晓彤高调晒自拍。22岁戴37万手表成白富美，关晓彤一直以来应该都可以被称为是人生赢家吧。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出演他人生第一部电视剧的时候才刚刚4岁，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出演了50电视剧，合作过无数实力派的演员，还和国内流量巨星鹿晗谈起了恋爱。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的他，其实今年也才刚刚22岁，感觉他的人生应该是没有什么烦恼了吧。因为在娱乐圈资源太强大，他还被称为是金圈格格，可见背景也是相当强大了。喜欢鹿晗的粉丝也应该都知道，鹿晗是非常喜欢手表的，各种昂贵的手表他都应有尽有。关晓彤自从和鹿晗在一起之后，各种手表也是戴个不停。和鹿晗吃饭的这一天，关晓彤看似也拍了不少美照，手腕上的手表大大的吸引了人的眼球。这块金色的手表看似简单，其实价值37万人民币，这得是普通人多长时间的工资啊。